别碰我！哎，真的吃的脏死了。阿、啊、哥，哎，哥哥，在干嘛？哎，小心点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哦，我不该叫你的。没有没有。我看一下。被树枝绊了一下，刚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叫你可能吓到你了。没有没有。哥，你怎么过来了呀？我肯定来找你啊。哦，这都把擦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哦、没事，我来吧。我来吧。嗯。你扛这么大一颗，我操！你上哪找的？我们去。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你下来。哇、哦。我的、哦、好重的哥哥我都有点找不住了，你怎么扛下来的？我刚刚从上面拿下来的、啊、走哥，这前面就不好走了，要慢一点、啊、嗯，好的，你也慢点啊。好。哦哦，怎么这么陡啊？路比较陡。对、哦、有点重。阿哥，有人教你？哦，我姐姐。你姐姐吗？别碰我！哎，这吃的脏死了。他不哪里脏了？谁呀、啊？哦，我他朋友。是我朋友。怎么以前跟这种人一起混啊？真是拉稀脸。不是我，我是什么人啊？后备箱拿一下，行李箱的。快去拿行李。哦。好。我来吧。干爆了。来。他你姐姐是吧？对，快把钥匙给我。要，给。付小钱，把钥匙给我，付小钱。不是他没钱。他没钱也付。不是。什么鬼啊？哎哎哎！不他不走了，付钱噻。师傅多少钱？多少钱啊？300块。从成都过来的嘛。可以死了。我身上没。嗯，没，我给吧，阿哥，你过去吗？我给吧，我给吧。跑这么远，这三个。我给吧，没事，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啊，嗯，我待会儿过来找你。好。嗯，慢点啊，路上。哎，师傅，微信还是支付？放吧。嗯，我付，来。这个妹不好整哦。嗯，扫一下。一路上都在骂我。哦，过去了。啊，姐姐，我来了，姐姐。姐姐，你现在在这里干什么？房间也不够收拾。姐姐，你先喝水。别坐这儿，坐这个。哎，这是。姐姐，你怎么从外面回来了呀？我回来特地去，不行吗？姐姐，床上放的这些是什么呀？没见过世面的香包了，别碰啊。这个是朋友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。我只是想看。那么想要吗？给你。不是你。不好。嗯，是不是、啊、你要给他就好好给他嘛，是吧？为什么要好好给我？关你什么事啊？那是全部都是中文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懂个屁啊！真的是出去啊！哎，哦。姐姐，你不要干这事。哥，你没事吧？你衣服都湿掉了。天哪！哥，你没事吧？他一直都这样吗？没有的，他以前很好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。他去了外面，我后面现在回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以前很好的人。嗯，好吧。哥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你没事吧？要不我们去城里玩吧？你这个人我感觉他要吃你一样的。我不能去，因为他回来了，啊、我妈妈他们肯定一会儿要回家，我不能去外面的。那好吧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嗯，好吧，那哥你先。你那个那些东西，我们公司有很多的，我明天给你带几套上来，啊，肯定比他那个强，啊。嗯，好。嗯。香包了，快去给我做饭啊！真的是我饿死了，一天没吃饭了。对，马上。快去啊！真是。没救了，天哪！我走了。好，哥。啊啊